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如生，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早晨，早晨，早晨，翻到嚟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大家香港早晨啦！今次我潤基啦，有 Tom 啦，我鄭松泰啦，譚仔啦，同埋雙傑推咪嘅。今日係禮拜三嘅早上啊，八月十號咁嘅時候，一諗起呢個日子，我驚驚地啦，因為咧過兩日咧，呢一個星期五咧。就是星期五的晏晝六點鐘之前，我們就必須將五區的文宣送去這個郵局那裡寄出。我知道，我們慢慢說，不要太如果呢，我記得聽你一輪嘴的問題，如果不是呢，就真的香港就是在這一刻呢就決定了這個的未來，沒得制憲就因為這樣。不是沒得制憲由鬼即是由現在的香港變成地獄鬼國的，就是這幾分鐘就是這個的星期五的六點鐘之前，我們能不能夠將所有的文宣寄出。是講的文宣。喂，剛剛有個最新消息。什麼最新消息？原來有紅雨現在。我以為你說的文宣已經黐了。剛剛原來有紅雨，就六點十幾分鐘的時候就由黃色暴雨警告就出現了，然後45分鐘之後就改為紅色，即是7點幾的時候就改為這個紅色暴雨警告了。我相信很多聽眾現在都是在即叫攝水這樣上班的，還有呢即通常上班的時候一紅色暴雨警告呢，的士佬呢不要玩的士佬，可能在車上的士司機，即的士司機呢就比較跋扈囂張的。那也未必的，未必嘅，你未試過落雨搭的士啊？加兩嚿啦，加兩嚿啊，哥，唔一定嘅，落雨都要加。我補充埋呢個先，喂，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學校咧，就嘅學生咧就唔需要翻學嘅，但係就放暑假。張傑都提我放暑假喎，咁樣咁我唔知啊，可能有啲學校都要翻嗰啲咯。我相信熱血時報就應該係出過，我認為熱血時報就應該出過一個即係最新嘅一個嘅天氣消息嘅，就係話既然紅色暴雨警告嘅話，大家最適合射波就唔好翻工啦，就轉去搭車，留喺啲安全嘅地方，安全地方，例如美羅啊、屯門地板啊。美羅，我哋啱啱去咗食早餐，就休息一陣，係啦，咁啊就呢一個，譬如通曬頂啊，大佬，譬如休息，譬如入食早餐咪休息一陣，係啊，即係譬如只有食嘢嘅時間係休息。唔係，咁你少個便都得。但好像你咁成日喺度谂，你成日谂计，你休息噶嘛？你做节目你都谂休息噶啦，系咪先？好啦，咁我哋即系第一节讲咩？第一节咧，即系全我即系第一节咧，第一节就比较抒发下我啲即系内心。唔系，通常第一节系最重要嘅。系啊，最重要就系连文宣啊。喂，我第一节我都讲翻连文宣嘢先。咁啊因为我哋而家五区啦，都搞紧呢个即系全民制宪嘅五区嘅工程啦。系。咁系去到贴文宣，其实我哋都之前都系有预计到嘅，就系即系吸取過2012年嘅教訓啦。琴日黃楊達唔講啫，你哋唔知啫。你講。琴日朝頭香港早晨嘅時候有講到2012年嘅時候嗰個貼文宣幾誇張啊，貼波波啊，因為嗰個因為五張嘢嘅嘢。唔係啊，你知大亨好多花款噶嘛？佢咧上年咧嗰個入屋文宣咧，一片嘢係有史以嚟咁多人嗰份係最厚嗰份嚟嘅，又最貴嗰份嚟嘅，亦都最繁瑣嗰份嚟嘅。咁咧2012年嘅時候咧，佢咧就唔單止係即係冷靜啦，唔係即係唔係一定冷靜嘅，即係早啲印啦 ，OK。咁啊要連個 number 啦，啱啊。跟住然之後後屘佢嗰個嘅設計上就有一個好精密嘅諗法啦，上一次。咁啊於是就都係整本書仔度翻個尺寸，咁啊連四粒波波啦。係啊，上下兩上下三粒波波，四粒啊？係咩？四粒啊？智慧型設計，智慧型創嘅設計嚟㗎嗰個係。我冇講嘢啊！仲要冷靜嗰啲波波中間有條接痕咧，俾人哋搣開嗰啲咧，好似好貼心嗰種。係啊，咁就對翻正先貼啦。咁啊，你要對翻正先貼到啦。你打錯咗，你對唔正，佢就會甩開。同埋你做得耐嘅時候，你隻手咧即係會係有少少即係
痉挛嘅状况啊嘛，同埋黏得就系啊，咁你搣出嚟嘅时候，嗰啲波波会俾你搣烂嘅，因为佢中间条痕啫嘛。咁2012年嘅时候，佢系即系吸取呢个教训啦。嗰阵时就系上下两边系各一粒嘅，跟住咧右边开口嗰度咧就要两粒嘅，再加埋个地址，咁你咪系有再加埋 number 咪六张嘢，咪六个工序咯，即系你一个人连一本文书就要六个工序啦。咁啊，今年就叫做即系吸取咗个教训啦。咁啊，即系叫净系喺个文书设计上面就连地址就好啦。咁系啊，嗰个超波好麻烦嘅，佢要跟足块 size 咧，如果多。少少咧，就你中間係側邊黐個波波，因為慎防啲人攝啲嘢入去咁樣啊嘛。好啦，咁其實咧，即係關於黐波波嘅話，係呢個話題同咩有關咧？係同土地問題有關嘅。嗯。咁啊，大家知道我哋而家五區啦。嗯。咁啊，雖然吸咗上次呢一個嘅2012年嗰個選舉教訓啦，咁都黐少咗啦。但係問題嘅入屋文宣依然咁多啊嘛，工序少咗，工序少咗，但文宣數量多咗好撚多，多咗好多，咁選民人數又增加咗啦。我哋又係要處理咗五區啦，係咪先？咁所以咧。而家面對的情況是點咧？就係、是、各區咧，就係、是面對的土地問題咧，係非常非常嚴峻。譬如港島區咁樣，佢喺雙河阿四阿哥嗰個地區辦事處，咁相對當然嘅就選民人數少啲啦。喂，咁你係一板貨一板貨啦，你擺喺街嗰而家落雨咪 P K 咯？係啊，係、幾個地板都 P 曬 K 喎，一落雨就。好彩我嗰度咧，即係你知道我嘅為人嘅啦，我個為人有陣時即係又比較即係都守秩序嘅。我側邊有一個行人隧道噶嘛，咁我咪暫時寄存喺個行人隧道度有阿姐咯。你又唔好咁講，即係叫暫時經過嗰行人隧道。喂，你個地板有幾大啫？最大嗰個都算係我諗新東嗰個相對大啲啦，已經叫做阿國師個地板，即係國師版。港島大啲。港到都 OK， 但係你喂你點大都好啦，你嗰層樓即係你嗰個地板唔如你擺幾板貨㗎嘛，你唔會唔如你擺唔到嘛，即係你擺到貨得嚟，文書就一定擺唔到。係你擺到貨得嚟，咁你唔通港島嘅話，咁阿鄭哥哥響上可啦，仲要上一層啊嘛，咁唔通你嗰啲幫手啲手足同埋支持者坐樓梯坐到上20樓咩？唔會㗎。如果有咁嘅人數又唔介意，咁係冇嘢，即係有咁嘅心理添啊。所以第一樣嘢，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咧，就係嚟幫手做嘅時候咧，就真係可能係個環境啊，或者成大家盡量安排得好啲咯。咁啊嗱，就首先啦，第一樣嘢我哋講一講清楚先啦。咁就五區嘅地點，大家可以點樣幫手？因為即係而家紅雨啦，橫掂都係，咁大家都唔想翻工噶啦嘛。係啊，咁唔想翻工。咁咪去連文宣咯，同埋大家記住呢一樣嘢係關乎我哋香港嘅前途同埋香港嘅命運，香港的命運就在黐波波，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諗，你冇諗過就係黐張地址係同香港命運有關嘅嘛？估唔到啊！估唔到，估唔到，即係化繁為簡啊！係啊，原來最重要就係貼張地址。係啦，即係落雨最啱貼。我要最啱貼地址，就係連張地址就係解決到呢一個民主問題啦。咁樣咁啊嗱，咁我哋即係具體啲講一講，大家點可以幫手先？嗱，九龍東咧，即係我哋呢一個嘅熱血基地咧，咁就進度相對 OK 嘅，進度相對 OK 嘅。咁啊，今晚咧就會係繼續運作啦，即係應間都會繼續運作噶啦。佢哋會繼續喺度啲手續，九龍嘅手續都唔停噶啦，喺美羅 OK， 喺呢一個九龍灣美羅中心二期嘅6097。咁啊，大家上嚟。美羅啦，咁啊見到如果啲手足喺出面咁樣連咁地址咪幫手啦，咁而咧九東就知道今晚就差唔多嘅，咁我咧就即係冇辦法啦，喺一個關鍵時刻底下咧，咁我就係要求增援啦，咁於是係啦，咁唔係點？咁乜？因為落大雨啊！嗰啲字眼、啲套語好有趣，關鍵時你冇睇台灣嗰啲？咁啊，因為落大雨啊，我嗰啲文宣唔可以咧，就係出地價，高級文宣告急啊！頂你肺！咁啊所以咧就今晚咧九東呢邊嘅美羅咧。就完成咗九東之後，就會係真係非常多隻九龍嘅手幫手，就係助拳 ，OK 助拳。咁啊，大家就可以今晚都係繼續維持住。總之一日有五區，一日有熱血公民，就一日大家都要貼地址嘅。即係仲有一張。
未貼，高啲齊啲，所以要貼埋佢。咁咧應該晏少少咧，新西嘅手足就會運即係少少啲啦，一定嘅數量就過嚟呢一邊嘅美羅。咁啊，今晚就一直會繼續運作落去噶啦。即係話九東即使完成咗都好啦，咁其他區要幫手嘅都喺呢邊嘅話都繼續 keep 住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有亞姐頭啊嘛。OK， 因為亞姐頭，咁就喺呢個嘅九龍灣美羅工業大廈或者美羅工業中心二期。咁啊就係6097 OK 6097，咁就呢個係其中一個地點啦。咁新西咧，大家就可以去我哋嘅新西地辦，地點就係屯門紅橋青柏徑綠苑大廈，係啦，綠苑大廈地下鋪咁樣嘅。咁你最方便嘅就係你咪搭呢一個嘅輕鐵新墟站啦，就去呢一個嘅我哋屯門啦。等我寫低先，新墟站。你唔好扮嘢啦，你未去過咩？你咪諗住新墟站寫低去屯門。係啦，係啦。就是呢個新西的地板啦，新西地板啦。咁而新西因為呢個幅員廣大啊，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即係安排咗另一個位置嘅，就係呢一個嘅熱血新西嘅第二工廠，就係呢個嘅葵涌分廠嚟。OK， 葵涌分廠咧幾啊勁，咁就都係好多謝嘅，即係各界啦，各界人士嘅仗義相助啦，就江湖救急咧，就係借出去嘅 studio 咧。喂，成個 studio 喎，成個 studio 借出咗喎，咁樣，咁就由今日晏晝中午時間，大概12點就會開始到運作噶啦。咁我哋調配一下先 ，OK， 大師兄好嘢，係啦，俾少少時間我調配一下。咁就係係啊，因為嗰個朋友叫大師兄，咁即唔係少林足球嗰啲啊。咁啊地點咧就係呢一個嘅葵涌工業街23-31號美聯工業大廈20樓E室。咁喺點去嘅呢？就係葵興地鐵站出嚟呢，去到呢個大連排道見呢個渣打銀行直上，咁就係啦。好近地鐵站嘅，好近地鐵站，行過大概5至10分鐘左右到㗎啦。咁就因為新西實在太大啦，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個安排就係喺屯門。就有屯門地辦，去翻荃灣葵青，就去葵涌呢一個嘅葵涌嘅美聯工業大廈20樓 E， 就係呢個葵興地鐵站附近嘅大連排道。OK， 大連排道。咁咧就你如果想知道嗰啲嘅即係具體地址嘅話，你上翻我個 page， 又或者你去翻我個 Facebook 就得㗎啦。OK， 咁我想問一問你你嗰個地辦係嗱我屯門西鐵站啊。跟住就搭輕鐵就去依個新墟站啱唔啱啊？跟住就可以行到去紅橋嗰邊噶啦，係咪啊？新墟站一出嘅話，其實3分鐘就去到我哋啦。得，搞掂咗先。好近嘅咋，好近。你今晚嚟噶嘛？你唔好理我，總之我會嚟啊。你唔好嚟，即係你晏晝嚟。好有時間嚟。因為咧，即係呢一個嘅貼地址咧，固之然係其中一個文宣嘅入屋文宣啦，但係同樣都係一個選舉工程嘅，即係一個即係。點講咧？重要一環啦，重要啲關鍵一環啦。咁所以咧，今日晏晝咧，我呢個非常感謝咧，就係因為你冇計，你我又覺得即係你俾人做又個錢又貴得滯，即係唔好話我哋籌唔籌到錢先啦。但係你嗰個都你選舉經費有 limit 㗎嘛？你明白嘅就係熱血公民一直以嚟係冇錢。冇人，冇後台，同埋冇關係啊！我哋好撚多嘅，而家咪吹係人咯，人係啦，唔係人可以好多好多嘅話唔嚟噶啦，我哋再吹咪再吹係啦。咁咧嗱，新東咧就喺國師辦 ，OK 就喺大圍啦，就喺大圍啦。咁啊，大圍嘅咩位置啊？有冇咩位置啊？大圍嘅積福街係啦，大圍嘅積福街就喺呢一個積福街嗰個嘅。公園仔咧，一行入去嗰條積福街條村咧，就揾到噶啦。OK， 港島區嘅咁就去翻呢個港島區嘅鄭錦滿嘅地區辦事處啦，就喺西灣河嘅邊個位置？西灣河筲箕灣道38-44號華堂大廈1樓01-02室。係啦，咁啊，西灣河地鐵站啦，咁就西灣文娛中心個地鐵站口出嚟，咁啊好近嘅，真係2-3分鐘就到噶啦。冇錯，咁啊呢一個嘅新東新西同埋港島都係24小時運作噶啦。OK， 全部都24小時運作噶啦，大家即係你夜晚你覺得悶啊，想聽節目啊，或者你想揾人傾下偈啊，你有啲唔開心啊，細藝啊，落嚟地板喺度一齊貼地址啦，解決咗所有社會問題呢樣嘢。我哋有男有女咁樣係咪先？一齊貼好開心，有男有女係有男有女㗎。咁啊嗱，咁啊九西咧，鬱敏嗰度都有人幫手嘅。咁就係鬱敏嗰度咧，就係時間就係晏晝嘅呢一個嘅
就應該是就不會24小時的 ,ok,、嗯、九西就不會24小時的、嗯、就在這個的我沒有記錯就早上9點鐘至夜晚12點鐘應該、嗯、是啦 就不會是啊定還是是下午12點至夜晚9點你幫我 check check 啦、嗯、那就地點都是在這個的、普羅政治學院啦 ,ok,、嗯、在普羅政治學院啦毓民的地盤都好像有做的嘛我記得咧，你上普羅政治學院咪？哎呀，睇到，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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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嗱，係啦，大概咧，鬱敏嗰個地方咧，有幾個地方添啊？普羅同埋兩個辦事處，即係元州村嗰個辦事處同埋紅磡嗰個辦事處咧，都係可以幫手貼入屋文宣嘅。係啦，就朝頭早九點至到晚上嘅十二點嘅，大概呢啲咁嘅時間嘅。OK， 咁啊嗱，總之嘅就係幾區都有人幫手。但係我真係我雖然係咁，好似有啲唔啱咁講，但我覺得要偏心啲，因為新西係由遲起步，而且係最撚多文宣。大家踴躍幫下，幫幫重重，你唔好講，點講重重包。喂，我講一個話，好多話題俾大家。你知我今朝見撚到，唔好講粗口住呢度。我今朝一翻嚟見到阿泰，哇，嗰種咁嘅愁眉苦臉啊，好似唔知食撚咗啲乜咁嘅樣，講真係實咁撚慘啊，真係。唔係，我又唔係愁眉苦臉嘅，我只不過哇屌。為什麼人又最多、又最麻煩的又要被人最多刁難的呢哇我一講回呢即 我們幾區啦我 check 那些人詳細解釋給我聽究竟怎樣去屯門地盤我去過的我問清楚告訴觀眾聽咋哥不是我講一些先苦後甜的給大家聽我頂你個肺的即是你容許我講錯即是容許我講粗粗肉片咁你新西都叫大啦，揾地方都難嘅。O、okay? K， 地即係土地問題，67萬選民。O K， 67萬嘅民選，我、嗯哦、頂你啊！跟住之後後屘選舉主任咧，選管會啊、嗯，一開頭嘅時候我哋話要攞民選，上個禮拜三問佢噶啦，係。跟住禮拜四我哋就入呢一個佢去郵局，因為嗱，我哋問大概你要幾多個工作天，已經知道曬嗰啲嘅日程啦。禮、嗯、拜四就已經入咗去批嗰個尺寸去郵局。嗯、OK， 跟住之後就即刻攞入去就話：喂，下個禮拜你好俾地址我哋啦。係啊。咁你話咁你裡面有兩 part 嘅，一 part 嘅就係、是選舉會幾時批啦，批嗰個地址啦。淨、嗯、係地址我同大家講，地址都要批，我唔明白。淨係地址啊，新西個地址啊，係一架麵包車都唔夠車啊！咁梗係唔夠啦，係啊，十八箱地址喎、啊，十八箱你仲要呢啲地址幾重㗎啦？全部都係嗰啲貼紙嚟㗎嘛 ？OK， 咁好啦，地址幾重？你知地址幾重？地址幾重啊？又危險喎、啊啊！你因為你有少少，你有少少糾正你少少啊！紙咧本身係好重嘅，地址加埋貼紙咪更加重。今日佢冇，因為喺個箱裏邊冇咩空間啊嘛，全部都擺埋一齊，咁我重啦。好难重啦，总之好难重啦。地址好难重，地址好重啦。咁好啦，咁好啦，跟住俾佢。佢一我礼拜一我已经催佢啦。喂喂，我听日就要有文宣出噶咯。要你催啊？要？梗系啦，我催啊。日朗喂佢 hea 我。啊，点解日朗打俾我？我太薄啊。佢哋话咧，礼拜三嘅晏昼咧，office hour 嘅翻收工之前先俾我哋。哇，咁啊，即系廿四小时唔够。咁唔系四十八小时唔够。我今次用咩藉口啊？咩？即係之前又譬如本文前嗰啲話嗰邊唔係啊，同佢講冇 label， 啲 label 唔夠。有咩藉口啫？唔得咯，唔得，改唔切啊，唔得咯。咁你後屘要你親自出。跟住我話：唔係嘛，等我屌佢啦，吹啦咁。跟住阿入朗，我已經一個鐘頭打一次咁滯啦。我咁樣啊，我咁得啦。跟住我咪禮拜二走上去咯。就係你尋日唔係尋日禮拜二啊？係啊，我禮拜一晏晝時候走上，我話喂。點你走上邊度啊？走上去民政處咯，民政處走上民政處問咯。跟住之後後屘，喂唔得喎，你點都要交俾我啊嘛。佢開頭個答案就係嗱，禮拜二我哋就會係覆你 email 幾時攞嘅。覆你啊！我禮拜二覆你 email 幾時攞啊？咁我覆佢 email 咁點？通常禮拜二咧就係放工時間或者再早少少 send email 俾你啦。我話咁啊，即係叫我禮拜三攞，佢話係啊咁。即係難搞嘅。咁跟住我話梗唔得啦。跟住於是咪我哋話嚇咁啊，咁我哋禮拜二上嚟賴死唔走㗎啦。你覆我 email 即係代表 ready 啦。真係難。你覆我 email 即係代表 ready 啦。我哋坐喺度唔走㗎啦咁。咁於是咪琴日就話咩咯？就話琴日嘅晏晝三點鐘之後，咁你就可以試下上嚟睇下有冇嘅。咁樣。試下睇下有冇嘅，有嘅話咧，咁就 OK 㗎啦咁樣。其實我覺得最難搞呢啲咧。
即係同呢啲人糾纏。因第一，而家有個咁嘅時間，喂，係三十箱嘅郵輪即刻標出嚟，唔係十三箱，三十箱地址啊，係三十箱地址。係咯，我都好奇怪，明明我哋九東都十七八箱。係啊係啊係啊，你九東十七八箱啫咩？係啊，哇頂啦！唔係啊，我想講就係話咧，你見到即係而家有個時間大限喺度啦。係。咁你咁你好難同佢周旋，周旋難就難在咩咧？我覺得，即係譬如如果你派我呢啲咁嘅人上去啦，我就忍唔忍住頸，我就屌佢老母噶啦。但係問題就係有後果噶嘛，佢表面同你講，咁你咪屌我老母咯，即係你知嗰啲扮，你知唔知後果係點啊？你知後果係點啊？跟住佢咪唔撚閒 hea 你咯，你仲撲街。後果咪就喺九東嗰度揾到新西嘅地址咯，嚇！係啊，撈到亂曬。喂，搞到揾到新西嘅地址喎。喂，咁跟住然之後我哋吹啦，我吹咗之後，後屘琴日咪真係攞到咯。琴日攞到嘅時候，但係你唔係即刻可以貼到噶嘛，因為同一時間你要調動嗰啲嘅文宣啊，調動位置啊嘛。咁所以嘅就係你一去到咁樣嘅環境。同埋你要吹雞，你吹雞嘅話，咁你支持者又好，或者手足都好，你要知道邊度可以貼得，邊度係可以公開吹雞，邊度係叫做招，淨係譬如因為可能有啲手足嘅地址唔能夠係即係公開嘅咁你要調動噶嘛嗰個人手，咁所以咪花咗一日時間咯，琴日就係六點鐘攞到地址，夜晚喎，黃昏六點鐘攞到地址，然之後就六點鐘開工。好彩係咩咧？即係好彩得到大家即係各界嘅增援啦。琴晚夜晚我想講咧，去到呢個嘅好感動啊嘛。感動，佢哋喊啊！佢哋喺度日朗喺度喊，一路連你知一路喊啫，係咁啫，化曬曬喎！好多謝你哋啊！多謝啦！因為我尋日真係有血有眼淚，因為我尋日有咗沈旭輝啊嘛，我尋日去咗沈旭輝屋企啊嘛，跟住係咁佢哋 send 手足嘅連地址，你就去就食飯。唔係咁外交都要噶嘛，你明唔明？外交咁，外交要噶嘛。咁啊，去咗沈旭輝屋企啦，我食飯嘅時候係咁就係。手揮一黏啊！唔係手揮話，手揮話，喂你啲嘢搞成點啊？我黏緊地址喎，黏緊地址喎，嚇乜咁樣嘅咩？乜咁樣？原來未都係咁，未聽過呢啲嘢。佢冇聽過咁誇張嘛？冇聽過咁誇張，原來冇聽過原來香港嗰啲行政咧，即係政府嘅行政係咁白痴咯。咁啊，咁跟住我喺度睇到同佢食飯啦，咁又有傾選舉嘅嘢啊，即係佢都有講，即係鼓勵我啦，同埋即係都支持啊，表曬支持啦。OK。係啊，即係我哋唔係你諗下，我就話食飯嘅時候個樣，抹啲手。我就話食飯嘅時候個樣上到去嘅時候，跟住後屘佢咪就係你等於你頭先描述我個樣咁咯，成個樣就話咩曬樣咁樣，咁樣咁。咁跟住然之後，後屘又落我哋係咁 send 短信俾我啦，又影啲即係手，又影啲支持者嚟到嘅時候嘅相啦。尋日咧喺新西咧地板咧，雖然係即係豆腐人咁細啦，咁本身個地板咧即係係極限容納到二十個人，因為我試過搞個活動咧，搞包總成呢二十個人啊嘛。咁但係咧，琴日咧容納七十個人啊。咁唔好講點，你唔好知點解。好撚神奇嘅，用啊七十個人，好神奇嘅。但係我想講，喂，咁我個雨線盤喺度諗，哇，七十個人 OK 啦，掂啦，嚇屌，點解今日紅雨啊？即係你話，即係天有不測之風人，今朝又紅雨啊咁樣。今朝紅雨咪去咯。咁但係咧，但係都阻擋唔到各界嘅熱情。我想話咧，因為咧，即係實在太多朋友幫手啦。跟住然之後，後屘又謝曬皮啦，皮咧見到我咁樣啦。大家知邊個謝曬皮㗎？梗係知。著名女英嘅即係而家喺英國讀書啊，進修緊嘅一個嘅我哋嘅即係漫畫家啦、插畫家啦，咁謝曬皮大師啦，就點？大家知道佢係女仔嚟㗎啦，佢今日晏晝會去我哋新西地板幫手，然之後夜男有女㗎啦，跟住夜晚就會上呢一個嘅深宵夫人上，我知，係啊，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喂，呢啲即係我覺得係一句講曬，即係第一節想同大家講咩咧？就係喂，一直行正道就得到多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血流於水，高級啦！喂，同埋係啊，嗱，有聽眾喺度提啦，就話星期五咧就係要三點鐘之前截，因為你又要 pack， 又要運輸，仲要係成啦諸如此類。咁所以我哋定個時間啊，係近乎基本上星期五朝頭早係一定要截曬，即係基本上係得四十八小時。唔係，而家 so far 係黏咗一批就去送去郵局咁。咁樣做噶嘛？係啊，不斷冇可能裝得曬，不斷送過去，不斷六十七萬份，你點樣裝？你話我哋六十七萬份啊，哥啊，即係連一批貨櫃啊，即係好似我哋琴日喺美樂做完節目都會送一批過去啦，即係你黏咗批咁就送一批，一定係咁做噶啦，各區都唔係，所以我哋而家送咗十幾萬咯。你話咩啊？九龍東啊！但係仲有廿萬未送啊嘛！一陣間完啦，一陣間完啦 ，OK 嘅 ，OK 嘅 ，OK 嘅。咁啊，即係大家都幫手，因為嗱點解嗱？
即係嗰個呢度真係都講多少少，因為嗰個當中咧有一樣嘢係好兩難嘅，就係話你唔可以。因為面對住好急嘅情況，咁譬如手足都好緊張，入屋文宣喎，入屋嘅文宣喎，依個仲要係，仲要係嘅就係話你俾眾志仔嗰啲，眾志仔佢哋仲要係印幾份啊，扮曬嘢嗰種啦，啱啱先？咁我哋就會直接入啦 ，OK， 直接入冇問題啦，因為我哋呢啲即係威力，國小威力大啦，城邦論係城邦論架勢啦 ，OK， 咁好啦。咁但係當咁緊張嘅時候，大家都係會有個心態，喂，咁仲要唔要做街站呢？做唔做洗樓呢？咁如果唔做街站嘅話，嗰個嘅得失優劣喺邊度呢？咁亦都因為佢咁喺嗰個團隊，大家會係有一絲絲嘅，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嘅唔同嘅意見咁啊。咁、但係你要有一個，即係大家有一個嘅譬如我自己有咁嘅睇法，喂。落到街站嘅就係明顯一直能夠露面，可以蒲到頭落到街站嘅手足。而家咁，我哋要連文宣係固然要人，但係我哋熱血公民，我哋熱血時報，喂，淨係 chairman 都萬幾人啦。你一萬人裏面，你分一半，唔係冇一半啊，你分十分一出嚟 OK 啦啩？你一千人嚟連一萬都唔得先。你只係嚟連一萬，一千人連一萬，我哋好簡單做一個統計啫嘛。你一萬如果有七十人。又計呢啲數唔使計啦，即係唔使計，大家明啦。喂，你有一千人嘅時候，一晚就貼曬㗎啦，可以一千人每人貼一千張就夠啦，每人貼一千張。盡量幫手啦，就搞掂啦。我想問一個，唔係，我就係想講，我就係想講嗰個嘅即係配合問題就係、喂，既然大家有一啲朋友你冇辦法出到街站嘅時候，咁呢兩三晚就係決定勝負嘅時候，你有冇文宣？咁、你喂一兩晚，咁你可以幫手，大家出嚟幫手。咁你各區都有，唔係你落到各區嘅地盤，你咪可以 free 到其他。出開街站嘅手足出嚟咯，係咁成個團隊個運作就係會喺嗰個人手嘅崗位上嘅調配係一個即係有機啊嘛，即係一個呢個 mechanism 係咁樣運作。即係九月四就係正式投票日，咁你而家就仲有叫三唔夠一個月三個星期多啲。係啊，真係唔好俾即係唔好俾自己後悔。即係你而家係依個係一個關口嚟噶嘛，即係依個文宣係一個關口。唔係，所以我謝曬皮，衝撚咗佢。你知唔知我謝曬皮啊？皮佢點樣同我講？佢尋日啊，見到我琴日出第一個吹雞 post。佢即刻 PM 我去劉太博，我喺英國嘅時候應承過你，我翻嚟會幫你手開街站。咁不如你話俾我聽，我點樣可以幫到你手開街站？我話得，唔使貼曬文書先，貼曬文書跟住先開街站。我話嗱，你都叫一個女流子，唔關事嘅。咁啊，你嚟到咁啊，喺地板貼文書先咁樣啦。OK， 唔係啊，係啊，有鬼地方係一千人，好似我哋咪開拓唔同嘅地方。你有人嘅時候就有人就有地方啊！你總之呢啲地方我哋會安排你個人過嚟先。你佢好，你好神奇噶個地板明明裝到廿人啫嘛，我哋裝七十人，你幾神奇啊？世界十種面色。我哋做緊節目期間咧，我已經收到唔少嘅 PM 啦。今日晏晝咧，呢一個勁啦，法西斯拉兵團咧，就會係去新西方。法西斯拉兵團，法西斯拉兵團，去抱埋勁啦，勁啦，勁啦，勁！阿 Sharon 啊，阿水，我都要拍片啊！我哋步進入嗰陣時咧，要有啲法西斯嘅歌曲配合住。咩點啊？噔噔，係啊，沙窩嗰啲啊，噔噔噔噔噔噔。同埋入去嘅時候踩個插住啲奶樽啊，法西斯拉都嚟啦，一手喂奶一手貼。佢嚟美樂定去你地板啊？新西地板有，新西地板有。我唔知其他地板有冇佢哋有啲嘅，即係你知法西斯拉兵團好大好龐大嘅，好廣闊。法西斯拉，咁佢哋可能喺唔同嘅區都有幫手嘅。咁但係即係 at least 嘅，我而家收到嘅就係話喺呢一個嘅新西啦，就係即係會嚟嘅。今日晏晝會嚟嘅。我最有個問題，我都想問埋咧。而家其實我啲文書唔係批曬嘅，已經即係批曬，即係全部肯定。唔係 ，Charles 有朋友就話係，即係早兩日太唔緊張，係啲即係早一日吹大雞會好啲。唔係有 label 先得，冇 label， 冇 label 嘛。所以我冇 label， 冇 label 點計啫？係唔好拗，吹唔到雞啊！我哋幫我，唔係，你明唔明啊？大家嗰個嘅目標係一致嘅，就係港共政權，係對準政權 ，OK， 對準。正乜？即係肯定，我問到一句，係所有區都係批曬啲文書，一定係寄得到嘅，一定係。因為本身我諗住，如果有一啲係未諗批咧，我覺得佢肯定唔肯夠膽唔批，因為你見到咁撚多人用咁多血汗錢咧，如果佢未批而後屘唔批咧。
哇！佢就撲街啦！所有付出過血汗嗰啲人，全部行咗出嚟，嗰種憤怒啊，真係唔係講笑啊！立即革命，唔使揀和平收線。不過批曬就 OK 啦。總之就連兩曬，連所有付出嘅血汗都唔會浪費。係啊係啊，都唔會浪費。所以咧，即係我哋一向太空早晨都知㗎啦。最重要嘅嘢就係擺第一節嘅。啊，第一節咧就話俾大家聽，紅雨就邊度唔好去啦，落雨邊度都唔好去啦。去我哋嘅地板嗰度貼啲啊，貼地址。撐重重。我哋撐五句，撐五句，撐重重，撐敢敢 ，OK， 撐敢敢，撐雲雲 ，OK， 撐亨亨嘅，亨亨唔好，喂，撐洋洋嘅死，黃洋達，喂，咁啊嗱，都五區重嗰多字嘅地方啦，九東嘅。由而家呢一刻咁，佢哋即係有啲手足去咗食嘢啦，或休息一陣，咁就都會係繼續運作噶啦。即使九東今晚完成咗都好啦，翻緊嚟啦。咁各區係啊，各區都係會繼續運作嘅。咁新西會運啲過嚟啲邊幫手啦。呢一個九東就喺邊個嘅九龍灣美羅中心二期6097，新西嘅就係呢個新西嘅屯門地板呢一個嘅屯門紅橋青柏徑綠苑大廈，就你去到新西嘅。去到屯門嘅新墟站就得㗎啦 ，OK， 就你出嚟兩三分鐘就到㗎啦。新西除咗呢一個嘅屯門地板之外，咁應該晏晝咧中午時間就係會有一個新嘅地點開始運作嘅，都係24小時。中午12點就開始運作㗎啦。咁係就呢個葵涌工業街23至31號美聯工業大廈20樓 E 室。咁啊講埋個地址電話出嚟啦，就有咩嘢咧就聯絡大師兄92387682咁樣啦，咁喺葵興地鐵站附近嘅啫。系啦，今日12點開始運作，就24小時。新東咧就喺翻國師辦啦，就係呢個嘅大圍積福街。大圍積福街係啦，咁啊大家如果去過朋友都係應該今日講到就識講到港島區，港島區成錦滿嘅地區辦事處，咁啊毒品交易嘅地點，咁喺西灣河嘅筲箕灣道嘅華堂大廈1樓，咁啊地站好近嘅啫。冇錯啦，就係咁樣嘅情況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即係冇出嚟啊！要忍，要忍啊！八方支援，告急，唔係一方有難，五區有難。O K， 唔係其實都 O K 嘅 ，O K 呢個難關，難關嚟嘅。好，喂，其實好少，即係對比少少嘅難關。對比翻2012年嘅時候咧，今次係冇咁慘痛嘅，但係都需要大家，但係都需要大家嘅增援嘅。O K， 咁啊，希望大家就即係唔好等啦，即係冇大家食得屎啦，係咪先？係啊，冇得冇喂，我哋一直都係背靠人民，都係靠大家嘅。咁啊喺呢個時間嘅話，咁啊大家可以出到嚟嘅就出嚟啦，去地板幫手啦，各區地板幫手啦。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第一節差唔多，第二節翻嚟再講翻貼貼紙嘅問題。又。